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淘宝店主七叶手作。那今天我们录一款就是这个车钥匙的一个教程。我们这个车钥匙的扣头呢，有分车标，还有不是车标的。那这一款的话呢，不是车标的，它这个上面会有这种花纹，也非常好看。那带车标的话呢，如果说比如说这种车标对吧？如果说没有你的车型，没有你的这个款式的话呢，我们可以选这种。就是一路平安，对吧？有吉祥意义的，一路平安的一个扣头，还有这种扣头，都是通用款啊。这个是带一个车型的一个图标，这两款的话呢都是通用款。就是如果说没有你的车型，我们可以选这两款。那其他的话呢，如果说有你的车型，对吧？你是什么车子，那你就挑选什么扣头就可以了。腰包里面会有包括所需要的线材，以及扁款的呢是需要3毫米软管2根，这个的话呢是三股绕线，除了这个线需要剪之外呢，就是你们拿到之后呢，把这个线分为三组啊，就是做绕线，还有一个旁边器，还有所需要的一些配件。编完之后呢，我会教大家怎么样去安装。就是在这个袋子里面。那我们开始编的时候呢，就把这个最细的线拿出来，三股绕线，对吧？分成三组，剪一组下来，剪1/3下来。我们把这个线对齐，两根软管放在一起。扁款的话呢，就放2根软管，3毫米的；如果说是圆款的话呢，就放1根4毫米的。我们把这个三股绕线，对吧？这样对着一个圈，放在这上面，放在上面。我们把它绕紧。把这里收紧。把这个旁边器翻过来，然后穿进去。穿过来之后呢，我们用个夹子把后面固定住。然后开始排线，这个线排好了，然后呢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个是排线图。那我们走线的话呢，就是先顺时针走一圈，然后再逆时针走一圈。那我们开始走线，先顺时针，我们以一这里为顶点，走左边，把左边我们拿过来，这是第一根，第二根。第三根，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给你们发旁边器的话呢，我会在这里多切10个卡位出来。我们继续走，对吧？这里空出来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把这里补位。这里空出来了，接着走。然后呢，接着补这里。那我们这里把这里归位。一圈就做完了，这个是顺时针。那我们接着走逆时针，也是一位顶点，走右边。3根全部拿过来，那这里空出来了，对吧？那我们就接着补位。这里空出来了，然后我们也去补位。
刚开始比较乱，这个没关系，我们走几圈就好了。然后这里空出来了，对吧？我们最后归位，就是一直这样走，边到边玩，先顺时针，然后再逆时针。那我们边多长，对吧？这个的话呢，只要边19厘米或者说20厘米就可以了，这个长度刚刚好。如果说太长了啊，太短了，我觉得都不好看啊。这个长度刚刚好。然后我们再来。先顺时针，接着补位，我们每走几圈的话呢，要把这个绳子往后面拉一拉，对吧？把它往后拉，因为这里已经凸起来了，那么往后拉。就是这样一直走下就可以了。还有一个就是，如果说我们突然把旁边器放在那里，对不对？那如何盖，如何走线？我们可以看啊，它这里的话呢，你可以看哪边被压线了。那这里的话呢，是这一边被压线了，对不对？只要记住一点，就是哪边被压线了，我们就走哪一边。那我们就走这边。就是这样一直走下去，编到19厘米就可以了。我们编这个长度呢，刚刚也说了，我们编19厘米，大概19厘米就可以了。那我们把它拆下来，拆下来的时候呢，我们把这个最细的三股细线，把它对折，剪一半下来。然后我们拿下来之前按住这里，拆下来之前呢，我们把前面把它弄好，然后握住前面，我们绕线的话呢，不要绕在主绳上面，要绕在这里，我们拿下来按住这里，同样的，我们把这个三股线把它弄一个圈，然后放在这上面，绕的时候呢，我们绕紧一点，线从这个圈里面穿过去。然后我们拉住这根线收线，整理一下，让它更平整。最后呢，我们又把这里跟这里剪掉，做一个烧粘。
那这一头的话呢，跟这一头绕线是一样的，我这里就不做演示了。我们两边都绕好线之后呢，我们开始安装，把这个材料包拿出来。我们先把这个圈，钥匙圈把它安上。安上之后呢，我们再把这里给安上去。安上之后呢，我们把这个装进去。把它塞到底，塞到不能塞的时候呢，我们把这个两个螺丝钉把它拧进去。到拧动为止，我们就安装好了。